将水龙头以纱布覆盖，使用橡皮筋固定，可避免水柱直接冲洗愈合伤口，造成伤友不适。打开水龙头，调整水温，先在完整没有受伤的皮肤上测试水温。取布织布纱布，将沐浴乳涂抹适量，以水搓揉产生泡沫后，环形旋转方式进行皮肤清洁。伤口愈合初期的皮肤较为敏感不稳定，清洗时动作应轻柔，避免再次损伤皮肤。用清水将泡沫清洁干净。选购可产生较多泡沫的洗发精，取适量，先在手掌上搓揉产生泡沫后，涂抹在伤友头发上，以指腹进行清洁，再用清水将泡沫清洁干净。取适量洗面乳与手掌，以指腹清洁脸部，再用清水将泡沫清洗干净。以干毛巾先擦拭脸及头发，再擦拭身体，擦拭后并以大毛巾包覆身体。